这路人啊，说我没对象，谈一个你哦，他说谈就谈啊，你说谈就谈啊，怎么了？你当那姑娘都当血栓，说谈就谈了是吧？这什么俏皮话啊？这是谈过好几个，不都没成吗？啊，那您是没遇上我，知道吗？这么着得了，我把跟姑娘怎么约会、见面、聊天的流程我教给你，只要你记住了，我保证你能成。保证我能成吗？保证你能成。那你什么时候教我？现在就教你，在这就学。保证你学会了。哎，你要能说这样，我学会这套，那我跟你能，咱能合作。哎，对，没问题吧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首先啊，咱先假设一个跟姑娘约会的场景。场景？哎，好比现在这是咖啡厅。哦，这是咖啡厅。这就是你跟姑娘约会的地儿。这儿我跟姑娘约会。对。那姑娘呢？姑娘，我看哪个？别别。我来这个姑娘啊。我行不行，各位？我来墨鱼啊，我来这个姑娘啊，各位，这不是，怎么了？看的就腻得慌。您这叫什么话呀？各位，您来姑娘，我跟你说，我不知道各位在座的女性同志们啊，看她有什么感受啊？我听说别的人说过，有的姑娘说看完李老师啊，看见李老师有一种怀孕的感觉。对，怀孕什么感觉？那不至于。好嘛，见着我就吐了是吗？那模样长得，你这呵，你长，大伙儿看，长得跟腰子似的。哎呀，这叫什么话呀？这是看见你我就入不了戏，我就排不了。我站住了，我跟您说，不行，你给我找一姑娘，你别当是我，别当是我，就好比啊，我媳妇儿你见过吗？见过。哎，就好比就是我媳妇儿那模样的跟你这相亲。哦，我得自己脑补一下。哎，有点画面没有？还别说，我这现在好点了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就三个流程，你得记住。三个流程。第一个呢，先做自我介绍。自我介绍。完事给姑娘点饮料。最后问姑娘愿不愿意换地方待会儿，只要我跟你走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走，这事儿就成了。只要你跟我走，这就成了。对呀。明白了。来一回，再来回试试啊。试一回啊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走，赶紧，快上车，快，等着，不行了，快，赶紧，现在，快。你我，不是我的，这还着急呀，你这，不是你，站住，不是你，你跑这强抢妇女来了是吗你？不是，这不是你教我的吗？我教你什么了？你不是让姑娘跟我走吗？哪就跟你走啊？我过来不得扛走吗？你扛走我干嘛？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跟你说，我前面说那堆呢？前还说什么了？自我介绍啊！哦，还得自我介绍？对，自我介绍。我怎么介绍？我跟你说啊，介绍之前啊，你先问姑娘叫什么？姑娘叫什么？哎，你然后你再做自我介绍。记住了啊，尽量把你的身份往高抬。夸张点没关系，得让姑娘高看你一眼。我得捧我自个儿，捧着你自个儿。对呀，没问题。来一回，再来一回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请问姑娘怎么称呼啊？潘金莲。这是一个很克夫的名字啊。不好意思，说错了。潘金兰，你就叫我小潘吧。你怎么称呼？初次见面，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天雷，你就叫我万岁爷吧。我是不是还得给你跪下？免礼。什么免礼？平身。哪儿平身？朕这一病吧你。有叫万岁爷的吗？不是，你不让我捧自个儿，我得捧自个儿。捧自己没有说自个儿是皇上的，我没准给你弄这职称去。就我还不能是皇上，不能是皇上，不是皇上，对呀，我是娘娘，娘娘也不对。我是什么什么呀？你是什么？你说你是什么？你干脆啊，正常介绍吧。我就正常介绍，正常介绍，正常介绍。完了，想着给姑娘点饮料，点饮料，点饮料。行，就记着，再来一回啊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初次见面，姑娘怎么称呼？潘金兰，你叫我小潘吧？你怎么称呼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张天雷，你叫我小张吧。你好。小潘姑娘，喝什么饮料？什么都行。服务员，来俩雪花。哎，雪花。勇闯天涯。什么勇闯天涯呀？有跟姑娘约会喝雪花的吗？不能喝雪花。不能雪花。敢燕京。哎，燕京也不对呀、啊。您这跟姑娘拜把子来了是吗？你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跟她演不了，就是她都老跳戏，我代入不了。你别当时我想我媳妇那模样的啊，我媳妇那模样的。想你媳妇那事。我跟你说，请姑娘喝这不能喝啤酒，不能喝啤酒，得喝咖啡。喝咖啡。哎，喝完咖啡问姑娘愿不愿意换地方待会儿，只要答应跟你走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再来一遍，再来一回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。姑娘怎么称呼？潘金兰，你叫我小潘吧？你怎么称呼？张天雷，你叫我小张吧。小潘姑娘喝什么饮料？什么都行。服务员，来俩雪啊，雪顶咖啡。
哎，对，好嘛，吓我一跳。小潘姑娘，咱们能换地儿待会儿吗？去哪儿啊？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看咱们能不能去洗浴中心待一会儿啊？16号刘师傅。什么16号刘师傅？什么16号刘师傅？搓澡吗？什么呀？有跟姑娘约会头一回上洗浴中心搓澡的吗？那姑娘有那么脏吗？那我一看见你，我就代入不了。你别想，你想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那模样。行了，你媳妇儿，你我跟您说，不能去洗浴中心，你得去电影院看电影。电影院，哎，你再从头过一遍，咱打头再来一回啊！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关系，怎么称呼？您来叫我小潘吧。你怎么称呼？张天雷，你叫我小张吧。你好。你喝什么饮料？什么都行。来两个咖啡，咱换地儿待会儿行吗？可以呀。去电影院行吗？可以。那咱看电影去吧。好，咱走啊。哎，好。兄弟，这套词儿你已经都学会了，下回真相亲就照这个来，我保证你能成。保证我能成吗？保证能成。赶紧约个时间。干嘛呀？我跟你媳妇相亲去。哎，对，去你的吧。